再叫上你的光明神好友来重铸荣光。王者启动，在这个人手一键不详的时代，你们的光明神是不是连最基本的挥剑都挥不动了？再不做出改变，怎能重铸性之荣光？众所周知，在对抗路遇到最多的就是这个双马尾，因为这个英雄不仅前期伤害高，而且坤霸也是特别的大。注意他的一技能，闪现夺掉，直接帮貂蝉拿走他的第一次。百里重做了，还在那里喵喵喵，再不走我可要进去了。不是只有你才能打出无视野预判的，鲁迅曾经说过，柿子要挑软的捏。我不理心要射了，管好你们家的射手，因为我是苗男。你以为你的大招能限制得住我吗？你用二技能 bug 直接逃脱，你拐杖敲冒烟的都敲不过我，因为我有攻速鞋。帮我一秒就是，阁下该如何应对？残血并不是你放弃操作的理由，大胆操作方能绝境重生。嘘，别出声，因为我要爆炸了。光芒啊！我就是太阳，血战。